三号觉得他差异大的话，请举手，请出场，差异大哦。每个器官是像的，我说这个世界幻灭。五号小熊儿，请问它差异是大还是小？我觉得应该不大。真的假的？欢迎五号出场。是啊，是啊，你是谁？不要这样子，他已经吓到把他弄断了啦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传》，老娘说了算。欢迎来到大高潮。你知道，基本上在大高潮，我们唯一的工作是什么吗？除了上潮之外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化妆、梳头、化妆，等君王来临幸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化妆很重要，但是到了当代，化妆变成是基本礼貌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最近有个新闻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沙烏地阿拉伯有个大公国嘛，联合大公国里面有个34岁人叫做塞亚，塞亚，他刚结婚哦，刚结婚几天之后就跟老婆去海边啊，然后戏水，对不对？他老婆素颜一走出来，他一看他说你是谁？真的真的假的？然后就打上了官司，上了法院，诉请离婚成功。哇！所以换句话说，现在在网络上面很多的像噔噔加你四，每个都很漂亮，那个按赞数超多爆多的角度，这叫网美，超漂亮的，好漂亮。所以，但是问题是，你有见过他本人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可能可以修片嘛？对，或者角度，对不对？化妆，天哪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。我们今天哎，今天有带点小惩罚啊，各位都知道，以前我们是一个一个剪刀石头布，然后输的去猜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，今天通通都有。太好了，各凭本事就对了。对，有没有？都有。反正我这样也是处罚，那样也是处罚，没差。但是第一位好了，我先简单给你们基本资料，他叫 Jamie， 20岁，化妆年资。半年，还花半年，算是花半年。所以说，你要仔细看清楚，其实你慢慢可以从基本的端倪说，待会他会素颜出来嘛。所以你们要猜的就是说，本人是漂亮的，还是落差太大的？哦，了解了。不能讲丑啦，就是落差不都不丑，来的都是落差大。待会你们猜，猜对了。他就可以化妆，因为他素颜嘛，他可以化妆。如果万一你们猜错了，他就整集一直素颜到底。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心中的那一把尺是不一样，我觉得差很多。他一直说他就觉得说跟他所以说我就看那个一半一半呐，看比例啊，要多数决。对，因为我看到他上次戴着那个牙套吹气球样子，真的好丑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比较简单，我们就戴什么？戴什么？头巾而已。头巾，他不会头巾，头巾而已啊！哇，那个什么头巾啊？这个，这是干嘛？这个好处就防止你的那个什么地心引力，下地心引力，你脸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跟你 hold 住，然后你下巴再靠在那上面，那脸型就会 V 字脸，这多好啊！好了，先第一位 Jamie， 你们开始要猜了。哇，很漂亮。到底他本人落差大或不大？我觉得他现在看起来算是浓妆哎，因为红唇呢。但是网络上的网美基本上都是浓妆，都是这样子啊，都是长这样子的哦。我跟你讲了，他那个哈五官应该改变不大，但是怕出来是 OA 那一种了。哦，他底打太白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可是我从正面看起来，我觉得他应该算。但是现在修很容易耶，拉拉脸、拉拉眉毛、拉拉眼睛。我说他们都有经过修图的。不知道这样子好了，因为 Cici 的位置的关系，我加一个 Cici。因为这样，因为我必须要造成基数嘛。对对对，要不然2:2多拿，对不对？2:2很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，我加入了 Cici 之后，变五票，然后我们来看看，认为他差异不大的，请举手。差异不大的，不大的哦，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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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哎，我们是觉得很大。
我是觉得差异很大的，我是觉得大，所以差异很大的是三跳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要请他出来喽。好，好不好？输的就要带喽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欢迎一号杰米出场。你在哪边拜师的？我的系上的学姐。哦，哇塞，你太厉害了，差太远了吧？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在阿拉伯，他可以帮你那个离婚的，可以帮你离婚，就算诈骗哦。有男朋友很爱我啦。哎呦，你看他素颜跟那个啦，是有差啦。哦 ，Oh my god！ 好了，来，处罚道具可以上了吧？你这个是上道具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有没有很开心？我就是学化妆，真的。你可以化妆了耶。对啊，可以化妆了耶。不要在后面紧张，赶快化起来，赶快化起来，紧张。而且待会我们编菜的过程当中，我要看他如何变成原来的样子。你看超好多，为什么？整容术。这是你。为什么？啊，我来。是我是我。可以教我们怎么化妆吗？教我们。哦，哎，我这个太夸张，我以为这是下一位来宾哎。可怕。差好多，我的妈呀！我以为这是下一位来宾哎。不是不是，对啊，那个照片上面真的是这个照片上面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是他吗？是我。这是他。这个是他。哎，他为什么会来呀？差太远了。而且你真的再给，你再给观众看一次，你真的觉得自己没差吗？跟照片？没差吗？你凭良心讲。没差吧？差多了。我觉得。他没有，这完全差太多了，真的。这完全是林志玲跟林志贤的差别。两个人。志贤。乖呀！你看，讲说蔡依林跟蔡万林，王金平跟王中平，嘿。好无聊，好无聊。那边化妆哦，而且你这样素着颜，戴着耳环，感觉又落差更大。好。对啊，而且你要把头发盘起来。你头发怎么了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放下？没关系，居家风。没有，待会我跟你讲，他化完妆放下来，吓死你们这些乡巴佬。重新爱上他，对对对，会吧？可以，会吧？没问题。你后面应该有办法可以征服他们吧？我跟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看清楚他现在的脸，因为待会就不见了。真的哎，好像真的，你再魔术一样，看一下，看清楚，记住这张脸，等一下就没有这个人了。那个谁，那个灿宇，你给他几分？如果真的一般。交往现在吗？你想交往的话，你抽钥匙刚好抽到他。对对，这个四分，这么低，满分多少？10分啊！哦，10分哦，10分，就是40分。待会再来问他。好，你要记得这个叫蔡宇哈，他只喜欢看大胸部的。好，我会记得的。大家回来问他，啊，你化妆回来，我再问他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请开工。哇，好，二号叫饼干。饼干，他饼干，一般叫饼干没有 OK 的。你要叫苏打饼干比较 OK 吗？那你要听一下化妆的年资有多久啊？他化妆有9年，这么久，9年来都依赖化妆，表示本人极度不 OK， 从来没有卸妆过。应该是哦，9年来都需要靠化妆啊。你看他眼线多粗，他眼线盖过整个双眼皮，他没有双眼皮，他都眼线。而且他眉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在讲，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在看 Jimmy 已经在说。其实你这样可以直接去参加世界杯足球赛。化妆大赛啦，参加足球赛。玉林哥，把这一集真的好好录下来，送给你女儿。真的，我女儿不用啦。真的，真的，你们要送给雅雅姐看，好容易回答，真的。用那个讲话附和人家附和习惯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边看，我的肤色真的白了一阶，哇，不止，白5阶。哇，她的皮肤整个已经变成另外一个，瞬间超亮的，对，而且很紧实的感觉哦。好想就这样。我是我们后宫团在尖叫哎，真的。哎，基本上，其实他是可以把我画成彭于晏的，可以。哪里的？内湖的彭于晏。嘉义。嘉义。在这里。你可以把他换成沈玉琳吗？把大凯画成沈玉琳。把他脸打白一点。可以吗？哎，我还没有这么厉害，要再修炼。如果你可以把他画成李敏镐，我就佩服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包养他30年。再回到二号啦，我觉得二号有点难，我跟你讲，他
们要误导我们，所以他的嘴型觉得他差很大，他眼睛好大哦，可是他就没有双眼皮的眼睛大，很怪。如何 ？OK 了吗？我心里有数了，有数了，我也有数，有数了哈。然后这一轮我给 Hannah 加入 Hannah， 我好不好？就是你们五位，准备了吗？馄饨，觉得爱好饼干化妆年资九年，你觉得他差异很大的话，请举手。很大，大，大，来张开，这一位大。你还要一意孤行吗？我觉得大哎，我觉得大哎，大凯就喜欢跟人家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所以他如果再输的话，要不要咬牙套？怎么没有惩罚两成，对吧？我会不会经过这一集我就变王美？对啊，而且再学一学，脸就小了。哎，再看看他的抵达完哦。哎哇，皮好白哦。哎，你的青春痘都不见了耶。这个真的好厉害。跟你讲，他脸上的点点那个小点在遮瑕了。遮瑕。对，他整个脸色要把头发放下来，他这样正面正面 feel 就出来了。你的痘痘看起来好清楚哦，现在完全不见了，现在不见了，现在好清楚，好过分哦。哎，现在差不多15岁，快点逮捕他，逮捕他，逮捕啦，50分了，真的逮捕他，逮捕他，警察，大气 ING， 就是一致通过，对，就是差很大。对，我觉得只有大凯，对不对？好，一定差。欢迎2号饼干出场，饼干。他当差很大，差很大。我要说声谢谢你，完全不一样耶！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他说 OK 啦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挺好，他已经没有近看是不是就差更大了？对啊，你看，没有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如果距离近，你说对了耶，对不对？距离差异不大的哦，因为他有眉毛，他有眉毛，他有眉毛，皮肤也好哦。然后唇色也算漂亮哦，算差异不大哦。好了，那对不起，猜错了，所以你也不能化妆哎。好，那四个请戴上啊，除了你们三个戴上。好了，那现在要进行到3号了。3号我给基本资料好不好？很漂亮。3号叫 Kiki 吗 ？Kiki 对不对 ？Kiki 我跟你讲，一般叫 Kiki 没有漂亮。你看看，每一个都没有漂亮的。他的化妆年资。14年，最资深，等于说16岁开始画，三十岁。好，那这一局我们让丽妍加入。他嘴唇也怪怪的，但不会惩罚到你们，还好啦。OK， 我有底，对不对？我有了，我有底。OK 了吗？我有底 ，OK 了吗？哇！洗礼，来宾卸妆差很大，沈玉玲当场绝望。好了，3号觉得他差异大的话，请举手，请出场，差异大哦。啊 ！Oh my god！ 确定是你吗？没有一个器官是像的。我说这个世界幻灭。玲珑，是你，我是讲到你，目屎是飞袂离啊！你是贵宝还是珠宝啊？珠宝，贵宝，贵宝，作为贵宝啊！你没有爬练到，爬练到，十年前的事情，现在不会爬了，现在爬不动，真的假的？强，好厉害，好强哦！你现在干嘛？我看他把它刷淡。Oh my god！ 你好立体哦，有差很多吗？差超多的 ！Oh my god！ 哎，他这个手法跟李贤如花很像。你在想给他偷丝袜？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但我跟你讲，他还没推开哦。对，他会推。他现在是还没推开。更立体。推开会比较自然，就会自然的。哎呦！所以你不要小看，你看这样都是不对的。你可以拿低一点点嘛。哦，你看饼干好羡慕的眼神。对啊，饼干好想画，对不对？而且好不容易上个节目是素颜到底，到底哦。打个底哦，真的，真的哦，所以人漂亮怎么用？我跟你讲，观众都留在最后一秒的印象而已。想都没想到，男人也是这样子哦。我跟你讲，待会他画完之后，我跟你讲，男生完全忘了他原来长什么样子，完全的忘了。你问他说可不可以做，他们都说可以。真的。
所以不会被离婚了。尤其电视机前面如果有长辈，就看完就走了以后，他永生永世就是留在最后那个画面。永生永世，永生永世，不离婚。他如果真的这样子，到人家是海上出来啊，真的。上次看了三号，觉得他差异大的话，请举手。哎呦，难得有共识。五个都是，不能够化妆了。五个都是，对啊。但万一出来他是差异小的呢？他就不能化妆，他就不能化妆。网络上只要图差异大的话，他才能化妆。对，他才能化妆。他看起来差异很大哎，太大。尤其你看他真的吗？因为他很眼睛，但是我觉得他鼻子是挺的哦，他鼻子不太像画的哦。没有，你看他要打点鼻翼。不是没有，你看一号，他眉毛画法有点老派，我觉得差异很大。多老？我觉得我们后宫不知道为什么酸葡萄真的酸到个极致了，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哎呀好酸哦，真的一下生一下生，逆流，你是火烧心的感觉。你要帮我一个忙，哎呦你在干嘛？你在画，你看正面，你看正面，你看正面，好紧张，你在画，一直在画胡渣是不是？你是在画鲁，你在画鲁智深吗？等一下，络腮胡啊，收敛工具，等一下你讲。这是眉粉，眉粉你在刷脸，眉粉脏，你已经弄得很脏了耶。哎呀，这个很独特。你是要刷鲁智深吗？待会就很小你的身。哦，就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所以你现在也在做 shadow 就对了。哦，不是，所以做的时候要吸脸就对了。要这样。shadow 要这么吸这样子，啊，你要侧面给他看一下侧面。哇，这化妆术可以学一下。哇塞。好像老班哦，哦，这个应该要去教化妆的。好了，先来猜三号，好，三号 Kiki， 大大大大的哈，大大大大的，欢迎请出场，差一大哦。等一下，你再回到那个照片前站一下，再站一下，再站一下。哎，好像你女儿哦。哎，没有一个器官是像的，我说这个世界幻灭。你看他的眼睛完全不像。那这个有没有修图？其实没有哎。真的？对。好强哦。其实没有。假的啦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弄皮啦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因为他皮肤好。他说你屁啦，那个吴哲伟说你屁。等下你就知道了。吴哲伟。等一下，我等着看。这位，我跟你讲哈，记得我现在的样子。看一下，对你的择偶条件，但目前没有化妆前，你给几分？就一百分哦，你给几分？满分100分吗？对。我有杀气哦。哇，很在意哦，好好讲哦。我可能好好讲哦。真的只有给10分。哇，这代表一件事情，你的成长空间好大。好大。对不对？到90分的时候，把它泡起来再甩掉它。对，这人生最快乐的事情。的问题，问题有没有办法到90分？可以啊，加油，吓死他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 Kiki 会化妆哎，而且你是5票通过哎，那我们真的可以拿下来，可以拿下来，我们怎么办？可以拿下来了，到4号了。四号的名字叫小日刀口。啊，小日刀口，小招吗？小招吗？对耶，小招哎，小日刀口应该是小招，小招，展招的招啦。他一直说他小招是很漂亮的啊，小招，小日刀口，啊，小招是把 KVK 通常叫小招，照片是漂亮的，真的。好了，现在这边我把权力交给这边灿宇好了，灿宇你要跟他们换个，跟那个丽妍换个位置。我让你加入，哇！这个千万不要让我梦想破碎。这个照片好韩哦，好漂亮哦，好萌哦，好韩系哦，很漂亮，漂亮，眼睛又大又有神，而且眼睛会说话哎。有没有谁可以帮他配 OS？ 李毅先来看看他眼睛，帮他配 OS。他要讲什么？我妈哦 ，OS 大王。对，要看他的那个照片，然后他照片导播麻烦他的照片，让你来配。Oh my God。My love， 你好没力啊！你好烂哦，李毅，你好烂，你都烧死了，裤子都烫起来了，他还是没穿裤子，他本来是有穿的。
就是说太漂亮，裤子脱了都会穿起来。你要永远记得跟男朋友在一起不要讲话。男朋友立即把裤子穿起来。讲话了，裤子真的。导播不好意思，再一次，我来好了。欧巴，不过是朋友，真的好想你。晚上找你吃饭哦，啾咪，等你哦。哇！啊，还要来？好像到上面还有个程序吗？导播不走哎，导播你不走哎，就走了，滑走一样。但是，我跟你讲，他的脸真的好好好 take。对呀。好，来吧，五位，差异大还是小呢？觉得差异大的话，请举手。三个，这么漂亮的女生，这不能都破碎了。早就进我们公司了。我跟你讲，大凯跟宏哥都认为说她一定很漂亮。你的理由是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你看她五官，你的五官，尤其她的樱桃小，那人家说刀子嘴豆腐心，你看那个嘴巴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？你是真心还是假好？卸妆差距超乎想象，密探当场画 Q 狼。五号小熊儿，请问他差异是大还是小？我觉得应该不大。真的假的？欢迎五号出场。是啊，是啦。你是谁？不要这样子，被吓到把它弄断的啦。关你的五官，尤其他的樱桃小，那人家说刀子嘴豆腐心，你看那个嘴巴有多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的形容？真是讲好话吗？你可以说樱桃小狗带马刀，豆腐心，刀尖豆腐两面光，穿着大袍又束腰，东风无聊啊，出了棺材还在闹西风，无聊。小嘴啦，嘴巴很漂亮的。好了，确定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欢迎四号叫小日刀口出场。小日刀口，差异大吗？哇，好漂亮！美女，真的不大哎，美女，大完全不大，美女。差异很大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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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她是美女了，她是美女，差异不大不大不大，很大很大，很大好不好？不大很大。不大，超漂亮。我都，那脸型是漂亮的。我讲公道话，她是漂亮的啦，但是跟照片差很大。真的吗？很大。但是可以看到她是漂亮的。漂亮的。但她黑眼圈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黑眼圈比较厉害。你有过敏吗？有，非常严重。哦，鼻子过敏啊。可爱可爱啦。哎，的确跟那个照片差好多。对啊。事实上你是漂亮的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评断她了，怎么办？因为感觉不一样，因为她那照片感觉很艳丽，很韩系。对。但她本人感觉有点阴沉、暗沉、鬼，不是鬼啊，就是阴沉。有人说你像鬼啊，常常啊，是哪一国的？还被找去演鬼，就素颜就可以演鬼，不用化特效妆。哦，你这样去演过鬼啊？对，就这样子去，然后人家说哇，你那个鬼妆化好好，我说没有，我就素颜去啊。这样对呀、啊，他还蛮乐观的。我引以为傲哎，引以为傲。因为谁可以素颜像鬼？但你男朋友有看你这样子，然后照片，你是这样照片叫认识的，还是就这样认识的？对，就是那样子认识的。但你卸妆，之后，他没有讲什么话吗？他第一次看到你的素颜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我之前有遇过有个男朋友，然后他就是刚交往，然后就是有一次在他家素颜哦，然后他就要那个，他就说你可以先去化妆吗？哇！年纪小不懂事，我就真的去化妆。就是虽然很伤，但是也不怪那个男的啦。对。如果是现在，因为男生化妆啊，都是视觉动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这样你可以吗？这样你可以吗？那不行。啊，那样子，那样子，那么直接，那样肯定可以了。肯定可以。肯定可以的。但是恭喜你，你可以化妆。Yes。因为3:2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洪都拉斯跟大鹏戴。戴那个面罩，来来来来，头巾好了，接下来是五号，看到了五号，
我有素了。你有素了？还有叶子，真的。呀，然后这一轮我让谁来开开好了，好不好？开开。哇塞！好，现在很难说。你有素了吗？好，我给你基本资料。对对对。他才25岁。25岁哦，25。叫小熊儿。小熊儿，熊儿。小熊儿25岁，化妆年资5年。五年差很大，可是他感觉眼睛没有把双眼皮贴得很厚很深呢。OK 了吗？好，有数了，有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。好，刚后宫给一点点的那个讯息，你知道，就是他是拉比较高的45度角的，然后有一点翘上唇，真的哈。哦，对，他有角度的问题了，他有点角度。就他给你一点点提示，他是拉高的手，拉高的，有一点这样子。这个太重要了，我们知道。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。5号小熊儿，请问他差异是大还是小？请决定。大吗？4票哎。你哥，我觉得应该不大。真的假的？你天生反骨哎。你意思说不要过度的漂亮，就落差就会大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他这个真的没修什么图哎，他对啊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本人出来应该差不多。好，那现在差异大喽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三位哈，好了，我们欢迎5号出场。小熊儿带上去吗？带上去，来来来，你来来，没关系。不要带，不要带，没关系。他没有弄断。你是谁？不要这样子，他已经吓到把他弄断了啦。玉林哥，这个不会粘的，他怎么弄断呢？玉林哥超挺你的。好啦，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最漂亮。在后面一直跟你说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像你这样我都会爱上你。对。可以亲他一下，抱一下。不，节目上不一样，我们结婚了。那你说你会爱上他？我爱上他，对，那是一种感觉。他说他亲你可以吗？上妆了以后了，他亲你可以吗？你亲他一下好了，亲脸他，亲一下。救命！我不行了，我你当初我老婆都没有在看。他老婆每天准时看呢，上次的事情还没搞完。有什么秘密要走那么前面来讲？看到他老婆还会吃醋哦？我老婆连口疑都吃醋了。我老婆帮我拿。我跟你讲，雅雅，你把修个框埋，她没化妆是这样子哎。你这样去。大家好。不会啦，她没多哦，多不 OK 啦，她漂亮啊。但是我就觉得她化起妆一定非常厉害啊，这就是我跟你讲，你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台湾这些化妆师真的可以外销哎，对对对，超强哎，真的。对啊，超强哎，对，连玉林哥这样的老前辈都被你骗了，你看。太强了吧。所以你也算是网美吗？我是外拍，然后还有游戏。外拍什么？就是像刚刚那张照片那个礼服外拍。你是摄影师哦？不是不是，还是模特。摄影师化妆化那么久，他是摄影师，化得比 model 还漂亮。哎，亲爱的，你也稍微扶我一下，我开玩笑的啦。我开玩笑的啦，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，你怎么会差这么多？哎，什么几岁开始学化妆？大学2年级。为什么？因为玩那个角色扮演。啊 ，cosplay。你扮演谁？扮演谁？蛇姬。很多角色哎。春丽。还是那个苏亚文。我玩很久了。偷害露西。然后我所有的像动漫的角色，我大概都有扮过了。真的。对。就是喜欢有爱就去。对。真的，那个是英雄联盟里面的范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好厉害哇！但那个胸部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是那挤的，挤的，对啊，超强，厉害厉害！哇，这个好有味道哦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好多女主角哦。他是男角，天哪！他是男主角，他所以我画的是男装，所以你看他的嘴巴颜色我没有上色，因为男生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哇，好有型哦！然后这个是比较属于变态一点的男生。哦，好酷哦！好看哦！他拍得很好哎，他脸型很适合化妆哎，他的脸型很适合化妆，小小的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你像男朋友吗？有。哦，他男朋友说什么吗？
我男朋友不化妆的时候，他其实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素颜认识的，对，然后所以其实他比较。男朋友今天有没有来？他没有来啊，有可惜。如果一开始认识是素颜是对的哈，因为他化上妆以后就漂亮。但是问你化完妆之后，他会不会觉得自卑？不会，他比较不喜欢我化妆哎，因为可能他会，他会怕我去跟别的。不是，因为你化完妆之后，他跟你在一起可能会一下就拉距太大，有可能。那你这样子，你会帮你男朋友化妆吗？他不帮我帮他化啊。哇，所以你想帮他化成比较像林敏花这样？没有，因为他脸比我清秀，然后我也想把他化成女生的样子，看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你在家里就穿这样子吗？你穿这样子？对啊，我在家都穿这样。哦，你穿这样子，男朋友会跟你揪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我出门，我男朋友管很多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穿这样子会揪你去做那个事情吗？开心一下。穿这样吗？嗯。其实我们都很随性哎。对啊。他还做得下去啊？对。他有睁眼睛吗？有啊。他有四个眼睛。哎，四个眼睛在眼中。对，回答。好可爱。完全不避讳。可以化妆哎。谢谢。来宾妆容无懈可击，面熟也沦陷。哇。真的耶，跟照片一样的耶。走一下，走一下，走一下。来自拍有哎，我穿很多哎，最美哇哇！漂亮了，哇，跟相片机一模一样哎，都得到照片了耶。等下可以跟他要电话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是中桃花爹的，你忘了他本来什么样子吗？我去看我小熊儿，他的化妆方式跟那个什么 Jamie 是一样的耶，一点一点，真的，他们就是现在这么流行这样化的方式啊。现在流行哎，就那这样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打亮跟瘦小脸啊。就是我要让他没有化妆就这样子，用亮的地方就让他凸出来，然后咖啡色的地方就要凹进去，所以脸这边要小，所以是咖啡色，然后这边要让蓬着，鼻梁要往前进，就是亮的。哦，脸型才会出得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色彩学了啦。他现在已经不单是化妆，是色彩学这样子，前进跟膨胀这样子。对比，为什么小熊他把眼镜拿下来，整个脸就变漂亮了？谁？小熊儿。其实小熊五官是好看，这地方看过去很漂亮哎，真的从这里看过去，感觉他老了啦。还是真的，只要除了老婆，其他都有感觉。他牵老婆的手，就像左手牵右手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看一下四号小日刀口，你画完啦，一半。哦，你画这么淡呐？哇，有哎，他画这么淡呐！但另外一边我看一下，另外一边还没画的，没有差太多。其实他的关键就是把黑眼圈遮起来就哦，对啦，因为他脸型什么都好看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化妆方式刚跟那个小熊儿一样，就是这样画这样吗？我就直接整个上，然后最后再用那个刷的修容粉的，不是用膏的。所以你会看不起他们用膏的吗？一口气，觉得他们的落差比较大吗？不会啦，你感觉有点骄傲哦，比较骄傲的感觉。他本质哦比他们好了，对呀，对呀，所以我就说他是。基本上除了黑眼圈，它是漂亮的，对，五官，那可以上口红咯，可以，好不好？上口红了，所以它妆很淡呢。你不装睫毛的？我不装睫毛，我都用刷的。这也是一招就对了，不是，刷的就是你睫毛要够长，对，然后它是对或够浓够密。然后那我问一下那个二号好了，我好可怜哦，饼干。饼干，我再看一下你的原来的照片。好闲哦。饼干，你化妆跟不化妆，就是朋友会觉得差很多吗？我朋友觉得我还好哎。我也觉得还好哎。漂亮哦。你化妆应该也不用化到就是。不用，而且我化妆印第安妆。我化妆很快，因为我就只要补一下遮瑕、黑眼圈。好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就是我让你晚出发啦，好不好？现在出发好不好 ？Go。因为他们还是希望，因为我快要 ending 哦，我们两分钟 ending 哦，有时间的压力。只要他们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就全部完成哦，快快快快！所以如果底子好，的确就是简单的打个 BB cream 啊，对不对？肯定就可以了。其实林毅的妆也好浅，我蛮。你有化妆没化妆有差别吗？其实我觉得眼睛还是有没有神啦。他都不戴睫毛，好奇怪，他睫毛很短，而且我也没戴放大片。
我也没有哎。可是我之前有戴，然后我去年戴，我之前有戴，但我尝试把它拿下来。玉林哥有戴老花片吧？我有放大镜，都是老花片吧？好了，大家加油！我们可能时间关系，只能再给每个人五分钟哦。加油加油！然后祝你们功力。你看到那个二号，你看他已经就简单这样刷而已哦。他很厉害，所以你是用矿物粉吗？我用粉底液，很快。哦，用刷子刷。对，就每个我跟你讲，现在有太多的功能了，有的用刷子，而且刷子各种品牌都不一样哦，各种刷子哦，他们那个粉底就要这个刷子，他们粉底要这个刷子这样子，或者有的是用球的，有的是用什么粉饼，好多。那如果说他们的时间很紧的话，会有这种偷鸡摸狗的方法吗？很快就把它做完。I don't know， 因为你常画一个都要超过十分钟。请问一下，那你出个门都要搞那么久？对啊。哦，二号，现在你在擦的是遮黑眼圈遮瑕，还是要遮瑕？其实他的问题也在黑眼圈遮掉掉。哎，请问你化妆这么快，基本上就到处都可以化喽？对啊，我还在那个捷运上，或是自己开车等红灯都就化前线啊。骑马，骑马。骑大象的，骑大象问题是没有地方放那个化妆品，对不对？要放哪里这样子？好了 ，Jimmy 慢慢一步一步把头发放下来喽。哎呦，哦来了来了，他头发是有设计过的耶，他卷过的，放下来是形状是固定的，哎，是设计过的头发哎。但是好，到最后这样子好了 ，Jimmy 你今天有带衣服来吗？带漂亮衣服吗？有，你先把脸先遮住，脸遮住。你往后走，遮住，往后走。你换好衣服，我请你出场，好不好？哇，好不好？全装够够够够够，赶快去换，够够够，去换衣服。哦，很快耶，二号好快哦。其实二号已经好了啦，头发。三号 Kiki 一直在原地耶，你一直在眼睛哎，你眼睛到底要多久啊？这样有差吗？越来越像唱那个国剧的。有了，他整个眼睛都放大了，有啦，眼睛变超大的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他卧蚕也很，就是你要，就是只擦腮红跟唇色吗？对，我对。对啊，跟照片真的。其实啊，像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场差很多，摄影机拍摄了，因为他照片还有修图过，那我们现在没办法修。其实你照片有修图吗？没有哎，我那照片是用那个美颜相机拍。美颜相机有修图啊？没，那是有角度的问题啦。您不对，其实美颜相机只是让肤质好，对，肤色好，它没有修。我们说的是眼睛有没有放大，脸有没有推小这样子。对，那等下头发放下来，应该脸就会再小一点。对对对对，角度，再讲角度，对，角度的问题啦。对啊，你完成了。小日刀口，我跟你讲一下，我看小熊五号小熊儿这么快。那小日刀口，我让你往后走好了。你去换衣服，往后走。哎，真的耶，好美耶！是有差呢，啊，你放下来我看看。啊，两只同时放下来吗？我差好多，有差哎。要摄影师，要开心哦。摄影师笑了是不是？摄影师一直盯着他看，你看。真的，难得这么开心哦。请问一下，你变化没关系哦。好，请问你装几副的假睫毛？一副而已。嗯，那你化妆眼角没有特别往上拉？哎，没有，因为我喜欢用圆圆的眼睛。哦，你喜欢无辜的样子是不是？所以你喜欢用，我看眼睛只要往下垂，对，就显得无辜。对，娃娃。那我现在流行的，以前叫 puppy dog， 有没有？上去就比较艳，比较立。对，哦，往下就会像他这样无辜眼睛。对对对，就那狗狗有没有？有的那种可爱的狗狗，我们就流行语啦，就是狗狗这种下垂的眼睛，这样可爱呀。所以他们就往下画，会有造成无辜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你喜欢无辜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好厉害！这样才会有人疼。哦，惹人疼。你看看那个我们那个张哲伟很帅耶，你看他一眼，快点，很帅啊！你看得到吗？你没戴眼镜看得到吗？单身哦。我现在只有戴一只隐形眼镜，因为只能画一边嘛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我这边还没戴。所以另外一边有瞳孔放大片。我这边还没戴，这边戴。哦，你眼球差好多，我现在才发觉。哇，这两个眼睛是两不一样的。所以你需要那个放大片。我眼球比较小，所以必须一定要戴放大片。要不然看起来会很无神。
哦，厉害哦，我厉害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讲说，现在化妆，化妆到眼球了，对，你知道，而且眼白也可以化，你知道吗？眼白怎么化？眼白怎么化？眼白就是眼药水。哦，用点的，点完之后眼白就变白了，白了，更白。对，全身都可以化妆，好厉害，真的，连一根牙齿都可以化妆嘛？眼白可以变白？牙齿有，我最早在日本有看到。贴上去变白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它涂上去，它是一支笔，涂上去之后牙齿就立即白啊，它就是化妆笔哦。好，那你看一下这边 Kiki， 你画完了吗？还没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可以把 Kiki 直接送走吗？Kiki 待会送走之后，我让 ending 出来。哦，对了，对，最后一个先送走，现在我还看不出来。Kiki 往后走，带化妆，惊艳大家，在后面把它补完，这样子。小熊二，你在家里穿这个夹脚拖，真的，我好期待你的大变身哦。他现在粘下睫毛吗？还是上睫毛？上睫毛。你要镜子要放低一点点，我帮你拿好不好？好，我帮你拿，这样子，这样角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那二号你 OK 的吗？收东西，准备好。二号，我送你走，我送你走。二号，往后走。这里就好了。哇，好嘞。对，记得二号是第一个出场的哈。二号，快 ，Go， 用跑的。头发还没放下来，头发放下来又不一样。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。你现在是痛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，是画坏了。画坏了，我看一下。我看完之后我就送你到后面。完妆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嗯，整个坏掉了。好，现在是画坏的哦，没关系，我送你走，他会把它补好，好不好？你从这边走没关系。来了，送走，最后一个，待会马上大变身哦，哦，厉害了，全身 magic， 哇，这台湾的化妆技术，全身有多美丽呢？待会马上看到。但卸了妆之后又化了妆，你还认得他吗？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很好奇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没有让他穿得很华丽，但是基本的日常的服装加上头发放下来，也许就是另外一个人了。是啊，回到照片中那个人了。我们先换那个，欢迎一号，一号就是那个对比较差的，没有太多的，没有不多的那个二号，欢迎饼干出场。饼干，很快的那一个。哇，真的耶，跟照片一样的耶。笑容好可爱，可爱，哇，漂亮，可爱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小日刀口出场。哇，对人，哇，不要哦，这个就是人家说什么像鬼有没有？鬼化不用化妆，不用化妆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欢迎三号 Kiki 出场 ，Kiki。下给我看一下，走一下，来自拍一下，我差很多哎，有，我这台大家打分数哦，接下来欢迎小熊儿，我的妈呀，刚那个夹脚拖有没有？最后一个欢迎刚刚的一号。Jimmy， 哎呀，自信哦！哇，跟上面肌肉一模一样哎，又回到照片了耶，又回到照片的你了，有，哇，我走路有风了耶，还有摆 pose 哎，对啊。好了，刚刚 Jimmy 跟你对应到的是应该蔡灿宇对不对？蔡灿宇，对，刚刚你给他四十分，对，那 Jimmy 不要理他，你看前面就好了。对，请问一下你给他几分？过百，一百。Jimmy 你做到了耶，真话吗？真心吗？他一直说你要不要跟他交往哦？我可以跟他要电话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是种桃花癫哦？他本来什么样子吗？人家就忘记了，你要把他提起来，他就记不得啦，就是记不得。不好了，放掉。对，但是这样也很辛苦，就是要永远一直化个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也不错了，化妆漂亮最重要了。好了，泽伟，
OK， 泽伟，刚刚你给他十分，我想要收回刚刚的十分呢，可以收回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收回十分，我给他90分 ，OK 的。加了很棒，他没给你100分 ，OK 啦。没关系，我连看都不看他。我只能讲一件事情，谢谢你们到来，让我们觉得说，哦，台湾有生命力了，有生产力了，原来化妆也可以外销的哦，好不好？而且 Kiki 最后给我们 ending 做得很好，女生不管化妆美不美都没有关系，自信，自信最重要，最重要，没错，自信就是最美丽的化妆品。谢谢你们，有事上奏，无事退场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